微信的密码锁屏怎么设置？在微信中设置密码锁屏可以提高账户安全性，防止他人未经授权使用你的微信。你可以通过微信的隐私与安全设置来添加密码，给自己的隐私安全多上一把锁。具体步骤如下：首先，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下方的我，点击设置，点击选择账号与安全。在账号与安全页面，你可以看到有两个和密码锁相关的选项，即微信密码和声音锁。点开微信密码，按照系统提示完成设置。完成后，你可以用微信绑定的账号加微信密码登录，比如使用手机号加微信密码登录微信更安全。此外，你还可以通过声音锁来设置通过声音解锁和登录微信。除了在微信上设置密码，你还可以通过手机自带的应用加密功能，给一些涉及隐私的应用，比如微信、短信等，设置数字密码、指纹或面容识别等，给隐私安全再加一层保障。关注我，带你了解更多实用数码科技小贴士。